杨帆、启航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私下修炼的成果。加勒比海盗已出击，3000打4000我打不过，我只会找自己的问题。无敌加勒比海盗，准备动手。好，大吕布我们就不要买护手了，没打到。A 大招一开，一刀两刀三刀，一刀两刀划一刀。好，不着急，吕布跳大招没用，阿珂反刺回去走位，这波拉扯你已经输了啊。这一波我直接二闪跟进，知道吧？太猛了，没用的呀，你打不过我的，我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，没有人能打得过我的曹操。这一波你吕布啊，直接开大招打他状态，一刀两刀三刀啊，三刀啊，四刀五刀二技能，一刀两刀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劈一刀闪现拉开，我没大，这波先行后退，不要被他黏住了，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打得过他。所以说我们保险起见，这个就第一时间拉开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刚刚拉开，现在要你命。等他吃完药，打断他的状态，大刀一开，一刀飞机啊，一二三二技能，没有用的呀，老铁，想跑啊？大招一开，顶开，一刀两刀三刀啊，是吧？以前我没有名字，现在叫哥们加勒比海盗。